我很喜欢看动漫，可是有中文翻译的日本动漫呢，都是从中国那边来的。可是我通常都会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当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有一个方法可以教你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浩 TV， 我是深浩。要解决以上的烦恼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根据以下的方法就可以做到。以下的分享将会使用 Google Chrome 来作为教学，那么我们去吧。方法很简单，只要你进到 Google Chrome Web Store， 然后输 Unblock 优酷，然后你选择 Unblock 优酷这一个，然后按进去。这个 Unblock 优酷呢，除了 Unblock 这个优酷之外呢，它还可以 Unblock 土豆网站。当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，只要打开这个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现在先 Add to Chrome， Add Extension。接下来我就做一个 example， 所以我现在打开这个火影忍者的动漫，选择优酷，你就会发现到，抱歉，该视频呈现中国大陆和地区播放，请你观看其他视频。首先我先开这个 unblock， 然后我选 standard， 所以我现在再开这个优酷，就可以看到这个 blog 的 video 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呢，请帮我点击个 like， 然后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，不要忘记订阅深浩 TV， 因为深浩 TV 将会不时更新关于科技与生活上面的资讯。我是深浩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